我就一直跟我老婆说，我们不要用条件跟小孩交换。有交换成功的经验吗？有，以物换物就是因为交换条件的原因，所以我会让他达到他想要做的。我去帮他买 Breaking 的药，药票，药票，他要什么药？票吃了会跳舞。我讲错了。那你还剩多久？你说，你各位不要笑成这个样子，这位太太。今晚十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惜地。